请谢世宏议员。多谢主席。以下是高天意议员与本人的联合表决声明。我们两位议员就公共采购法一般性表决投下了弃权票。现时的文本未能符合我们的所希望的方向，希望在细则性讨论时能够针对以下的问题向我们议员作出合理解释后，再对条文作出更为清晰之修改及补充。首先，我们两位议员认为此次的立法行为本应是解决澳门长期以来招标程序不透明不公开的问题，如要切实履行立法的原意，此部法律立法的原意应为统一过去分散的法律法令等法规，而非如现时东拼西凑去补充缺漏的部分。特区政府以统一的公共采购法解决现时招标程序与执行的混乱之现象。此次公共采购法法案的提出，特区政府尽管提出统一性公共采购程序的类型，但是招标程序的步骤未有列入法律的条文内，始终未能完全填补过去遭人诟病的程序缺漏的现象，此举将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如招致更多的各方面的诉讼。特区政府过去多次出现招标程序不公平、招标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例如我们近日的收到有关的士牌的竞投者之投诉，他们指出是次招标程序极为不透明，结果混乱遭社会的非议。此次立法重点亦多次提出招标程序繁复，实际上经常性在毫无理据的情况下自作主张修改评分的条件。此次立法必须确保招标程序透明与公开、公平竞争等重要的原则，要达到上述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必须将招标的程序以法律的条文明确清晰地写入。另外，此次立法亦似乎遗漏考虑配合电子政务的发展，从法案最初的文本中未能体现电子政务的概念。我们期望于细则性讨论时能够新增如网上竞投资准则的规范。最后，就公共采购网页的建立与管理，期望特区政府于细则性讨论时向我们的详细介绍网页的建设方向，并就如何向公众展示招标当中遇上利益的冲突、回避名单时的公布形式，以切实确立制定此部法律之初衷，避免违背立法的原意。多谢。